好暗呢、欸。好 ，OK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非凡。今天我们要来尝试来自德国的奇怪糖果。耶、yeah! ！看得到吗？可以可以。哇！你要选吗？它有一个，它有一个，它有一个猫咪的图案，然后它是黑黑的。帅。现在来打开它喽。它叫猫屎糖。我也不会得。哇、wow, okay, ！它长这样，很像猫大便。好像猫大便哦。哇哦！好，然后大家每个人也拿一个。这 suppose 要期待吗？要先拿着吗？对。然后闻一闻。哦、oh, shoot！ 闻那个，闻一闻。哎、欸，很棒的味道，对不对？ Yeah! 就是猫大便。是那个啦。猫大便。八角，那个是那个甘草，甘草糖，甘草糖。好，我们来吃喽。哦，它闻起来有点像中药，甘草糖。我再拍不到你。Hello， 德国人真的喜欢吃这些东西，好奇怪哦。欧洲人都喜欢吃这些奇怪的。八角，对，八角啊，八角软糖，八角跟我的桃心，八角。那你没吃到了？很八角哎、欸欸，超八角，八角，这鬼东西、啊！放弃了，我也要，我也要，难怪德国人要吃八角，恶心，我不行，这个我不行。我们来看一下摄影师的反应，摄影师是卖羊肉面的，所以他一定可以接受。啊，可以吐掉了。Oh my god！你可以这个拿去放卤包里面，可以啊，可以，我觉得可以丢到树枝里面去卤哎、欸。但是跟树枝，但是如果这是零食，你会想要吃吗？不会 ，absolutely。我觉得可怕，不行啊，好像那个，好像没有吐掉的人现在有谁？而且是咸的，甘草瓜子直接吃。你觉得？对，甘草瓜子含着的时候味道、欸，对对对对，还是咸的。对，吐掉了啦、哦，不好吃，可以吃。我要放弃了，我要放弃了，我不行，我要放弃。大家这个灯光，但是你的口味有点不行了，不行， Sorry, 好吃对不对？打没打没 ，Absolutely not， 打没。你们两个吃掉了对不对？我刚才没有吐了。你吃了吗 ？Delicious。Thank you。来，这包是你的。OK 。你拿去送给你爸妈。Swallow it all。阿妈肯定会吃。我觉得你们家的那个狗会喜欢。不要了，它会从失智变回，它会记回你的样子，它就不会乱咬人了。万灵丹。是不敢咬吧？猫屎大挑战成功！成功点在哪里呀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非凡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试另外一个来自德国的。软糖零食好吃，有鉴于上次的猫屎糖呢，非常的受，两分钟，非常的受欢迎。接下来我们要来尝试这个企鹅软糖，感觉是好可爱，就是好可爱，感觉是那个，那个熊小熊软糖，钢明贝尔，企鹅版，钢明贝尔，钢明 penguin， 好来。一人拿一只企鹅。我要一个像看起来像 gay 的，我也看起来像 gay 的。他是 gay， 他是 gay， 粉红色的很 gay。看你的多 gay。He's definitely gay. Probably also gay. 这是 lesbian。是。我们来吃。哎，拍拍。Oh yeah. 这只企鹅不是糖果吗？这样子有点可怕哎。你们家都粉红色的。长这样子很好可爱哦。表情有点。我看一下。好吃。挡住。对。變 gay 了，很可爱耶！好香啊 ！Green gay， I'm gay， gay 了 gay， 就是优格软糖的感觉。We are all gay， 可以啦，可以啦，还好，就是糖果优格软糖，这个可以吃的，不用吐，这个也吃的，我可以吃吗？吐掉像刚刚那，像上一次呢？好，摄影师也吃一个，应该是。应该是反差吧，就是刚刚看的，就刚才可怕了。可是就是 OK 啊，很可爱。你要再来这边，这是荷包蛋糖的味道。对对对对对，白色的部分荷包。它其实是清洁剂，它的后味丢到马桶里那种。后味皂，肥皂的味道。国外有吗？对，就国外的软糖的味道。没有见。我觉得还可以啦，还可以，对不对？跟上次的猫屎糖一样好吃。上次好，这个好吃，上次好吃，倒不出来。How was it? I love it. 它全部死在里面。Oh my god!
刚没买贵一点啊。北拜，哎、欸，很近。可以啦，可以可以。家的人、okay。跟猫屎软糖一样好吃。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感觉会糖尿病。哎哎，帮我拿。你很大力。大成功，成功吗？成功。大成功，企鹅软糖。耶、yeah。跟猫屎软糖一样哦。耶、yeah。 耶、yeah。